Hello， 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回到龙门阵摄影连续剧。最近更新节目确实慢了点啊，抱歉，因为我最近有一个很比较大的烦心事，但是呢，现在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所以那赶紧出来开工啊，是吧？节目那肯定要抓紧更新啊。所以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5点多钟、6点钟，反正我就起床了，来到这里拍了一个日出，刚才的延时。不过呢，天气一般般了，反正。6点钟起床，好久没有这么早了，因为你知道我这种户外摄影师是吧，一般都是拍日落的，星空我都不想拍，太累了，饿死了，去吃点东西吧，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然后下午呢，我准备再回到这里看看天气，如果天气好的话，希望能有一张大片，天气不好，我估计多半都是这种光板天，好吧，我到时候再看吧，光板天其实也有的拍。OK， 不管了，先去吃饭啊！来了，兄弟姐妹们，看烧鸭饭，荣记烧鸭饭，哈哈，没吃过，但是我感觉还可以。然后我还买了个鸡翅，比我们那个村儿，我们那个村儿是属于美食荒漠，好吧 ？Las Vegas 这里，我靠，这个美食太多了，我就是打开就是地图 map 一搜。到处都是中餐，而且很有特色。我感觉其实有些中餐啊，不比国内的差。像这个广式烧鸭饭，看一下，哇，真的可以，兄弟姐妹们。鸡翅，看一下，这个鸡翅挺小的，不过它也不贵，但是感觉比较精致。吃一个，香。就是有点那种明炉烤鸭的味道，但是比较精致，香。就我在网上看评分，反正这家挺高的。我靠，这个鸡翅也太小了吧，兄弟姐妹！小归小，但还是那句话，比较精致，味道还是可以的，椒盐味的。OK， 就别打扰我吃饭了，吃了再说吧，好吧，兄弟姐妹们。等一下，可乐来一罐。哦，这不是可乐，芬达刚开的芬达，吃饱喝足了，看一下天气啊，希望有点火烧云啊，下午的时候，哎呀，不行不行，光满天，大太阳，可能会有那么一丝丝雨的吧，基本上光满天吧，大概率光满天。想算了，还是冲吧，兄弟姐妹们，你们觉得呢？我觉得还是冲吧，是吧？昨天那几张照片啊，没过瘾，你知道吗？没过瘾，因为我平时啊，一般至少每隔一周吧，都会出去拍照啊，拍视频。但是前段时间我至少有接近一个月没有按快门呐、你懂吗？手痒，所以还是冲吧。哎，兄弟姐妹们，我发现这个仙人掌啊，逆光拍过去还挺好看的。哇，这上面刺真多，巨不巨的？我靠，还挺巨的。待会儿日落的时候，我想把这个仙人掌，这种小的仙人掌吧，或者我开会儿，待会儿看一下那个大的仙人掌树，就是把它们当做一个前景来拍摄，看怎么样。但我觉得可能这种小的好一点，因为它这个太阳在这边嘛。这样逆光拍的话，我觉得是蛮漂亮的。相机拿出来试一下。OK， 先找一下构图。找构图的时候啊，最好就是离开三脚架啊，先这样找。哎，我去，怎么黑的？哦，我靠，这都干我去了。我就说怎么全黑啊？看一下构图，感觉一般般，不算太好。就是我想前景是这个仙人掌嘛，后面就是这个
这个树，哦，不是这个石头山，好吧，石头山。哎，我看，但是这个太阳在那儿，我觉得能拍点星芒出来，待会儿日落的时候还可以。但这棵仙人掌确实我觉得比较普通。这里有一棵很大的仙人掌树啊，其实这附近这种仙人掌树还挺多的，这个不算最大的，最大的比这个可能两倍三倍，好吧，非常夸张。然后我知道像在新亚利桑那那边吧，还是怎么样，那边有一个就是仙人掌公园，哇，那个仙人掌比这个更有特色，以后带你们再去转啊，兄弟们。先看一下构图，这个仙人掌其实形态还行，但是这个山呢就被挡住了，兄弟们，就拍不到山了，太大了，而且它这个因为这个树太厚嘛，仙人掌这个肉太厚，所以它就没有那种光影了，就失去了我想最初想要的那种效果。哎，不过这个，哎，这里还有一个星芒，嘿，还不错。哎，这样拍一张试一下来。太阳马上下，就是降到那个山那边去了，这种完全绿光，这个仙人掌这个逆光的光影真的太棒了。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啊，太乱还是。而且你知道就这里大家看见没有，你调一下光线啊，你看这里就是枯萎的这个仙人掌啊，白色的这种太多了。哎，兄弟姐妹们，找半天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我去，太阳马上下去了，有点悲催啊。想一下，哎，我去，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兄弟姐妹们，就是可乐啊，加持一下，快，马上加持一下，加持一下，加持一下，加持一下。哇，继续。去，兄弟姐妹们，喝了可乐，战术可乐加持一下，效果确实不一样啊。刚才就是现在太阳已经日落了嘛，太阳还在的时候我喝了可乐，也就过了一分钟两分钟吧，就找到前面这个仙人掌。就拍了刚才那张照片，虽然我觉得不算很完美啊，待会我再来讲啊，但是我觉得也能出片了。战术可乐，大家以后拍片拍视频记得喝一下啊。不好意思啊，兄弟姐妹们，刚才太激动，说话声音大了一点，然后后面有个狗。讲一下那张照片啊，录段视频跟大家讲吧。直接刚才反正我构图就是这样的嘛，就是当然现在没光了，你看没有光的话，我们这个整幅照片这个看起来就会平淡很多。因为我们摄影啊，我在我的奇幻美影课程里面也讲过，其实无非就是两个，归功到底啊，所有我们想到的技术啊、构图啊等等那些所有摄影相关的技术，就是两个词，曝光和构图。你看这个同样的构图，没有光线是不是就非常平淡啊，这个构图啊实际上有一个小小的缺憾吧，小小的缺点就是说，我们因为这边啊有一个草，而这个草还挺大，虽然说谈不上难看啊，但是就我们左边嘛，这里它是一个空地，就稍微啊有点左右失衡，但是不算严重。刚才嘛太阳马上下去了，没有时间去找更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仙人掌呢也还行。首先就是形态是吧，形态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它也没有那种白色，就是死掉枯萎的那种白色，很难看的。远景嘛，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山，然后最难得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刚才日落的时候天空飘了一点点一点点云过来，现在又飘走了，所以战术可乐效果就是不同啊。好，其实呢各位兄弟姐妹们啊，像今天呢有点仓促，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我的原因啊，兄弟姐妹们啊，绝对整个世界啊，错都可以，绝对不是我错，好吧？开玩笑，开玩笑。就是，因为我下午其实很早就来嘛，我一直在找一个东西，仙人掌花。当然我对这个植物啊不是很了解，有熟悉仙人掌花的朋友，
把那些习性啊或者怎么样可以打在弹幕上，我也了解了解。真的是到处都是啊，这里一片一片的，非常非常漂亮。这个我活到三十几岁了啊，第一次见仙人掌开花，真的还蛮漂亮的。但是呢，我找了可能有一两个小时吧，没发现一朵，呵呵，没有仙人掌开花。讲一下这个照片啊，可能刚才大家看参数有点迷糊，说什么又是 HDR 合成，就包围曝光合成嘛，又是景深合成，还用异子长。大家可以看见相机离距离这个前景仙人掌是比较近的，大概可能有0.4米左右。虽然说我没有完全贴进去拍啊。但是也很近了。这个时候我们即使把光圈开到 F16 也没有办法完成一个全景深，所以呢我是两个景深合成，第一个就是对这个仙人掌嘛，然后就第二个呢就对远处的山川就 OK 了。然后就是光比很大嘛，做了包围曝光，5张包围曝光。最后呢，因为我发现因为你对着太阳拍嘛，任何镜头啊都会有明显的这种炫光光斑，这个光斑还挺大，还就比较影响我们这个整幅照片的一个光感一个氛围。所以呢，我就用上我的奇幻魅影课程里面教大家的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一指禅一下就搞定所有光斑。换个名字吧，叫什么了？大理段王爷那个神功叫什么？叫一阳指啊，一阳指，我觉得比一指禅好。一阳指把太阳挡住啊，然后拍，不是我跟你说啊，兄弟姐妹们，我在这边啊，北美这边就很奇怪，我不叫经常吧，但是我也不少了，至少有7、8次。我这种户外啊，没什么人，说实话，但是就我在这里啊，已经拍了可能有4个5个小时了吧，来到。那边有一个情侣吧，应该是或者怎么样夫妻吧，反正一男一女在那找，就这样一直低头在这个荒地里面找，真的不知道找什么。就是如果他拿一个金属探测器，你知道吗？那个我也看见过，就是有人在户外拿个金属探测器，就是探，可能是看这个地下有没有什么黄金啊，有没有什么宝藏是吧？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在找什么。OK， 我们接着讲啊。好，最后呢，就是你把拍了异子禅的那张照片的地景就刷到之前正常照片里面的就 OK 了，因为你的机位这些完全没动嘛。这个呢，你就是没有办法嘛，因为炫光很明显。这个我觉得个人来说是我啊是完全能接受的，这个不叫 PS 合成啊，绝对不叫，因为这个是为了解决一种物理，就是光学物理的一种缺陷吧所用的。就是笔刷出来。好，这张照片呢反正大概就是这样。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啊。记得订阅啊，龙门阵摄影连续剧，拜拜。